红薯炸金黄，做拔丝红薯。红薯去皮切块，用厨房纸吸吸水，锅内倒油，油升温了，起泡泡即可。倒入红薯炸，小火慢炸。红薯切得比较小，大概六分钟左右。捞出沥开备用。另起一锅，适量油糖。小火炒至琥珀色，倒入红薯块，快速翻匀，开始拉丝了。盘里一定刷层油，金黄甜蜜。如果凉了，吃之前冷水里泡一下，皮特别脆。